Hello，Hello， 我是阿怪，今天要介绍《仙剑奇侠传九野》。《仙剑奇侠传九野》是一款全新的仙剑题材手机游戏，而这款《仙剑奇侠传九野》并不是以 MMO 方式进行，而是以策略卡牌对战游戏。玩家将扮演平凡的仙门弟子，而实际的身份却是天选之人，与师父众人调查天魔入侵之谜，带你看遍仙剑九仙的游戏世界。而战斗的方式是卡牌模式，玩家需要在战场中，在有限的空间内安排角色人物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需要击败敌人。而每个人物都会有独特的技能与玩法套路，而如果是特殊的角色，也会有不一样的技能大招可以使用，比较像是另类风格的游戏王一样。当本身的能量累积足够时，我们的主角也可以使用自己的特殊技能。而游戏中拥有着非常多的属性状态，冰冻、反术、灼伤等等，除了可以召唤飞剑来帮助自己战斗，也可以使用飞龙探云手来偷取对方的卡牌，让整体的战斗变得非常丰富。而游戏中共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共可以携带四张卡牌组合，能看到仙剑系列中众多角色以及九野的原创角色们一同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游戏当中。而游戏有着大量的故事剧情，让玩家能够沉浸在这九野的世界当中，也额外准备了仙缘再续，让玩家看看不一样的原创仙剑奇侠传。而后期也可以与正规好友们一起对战，可以享受卡牌游戏的对战乐趣。而目前游戏在今天6月30号已经正式上市了，有兴趣观众请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好了，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将要玩这款游戏叫做《仙剑奇侠传九野》，没错，它就是《仙剑奇侠传》的。我看一下卡牌游戏，但是它也是由大宇之音所制作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敌方画面，很简单的，就算是回合制或者是说卡牌类型。声音关小声一点。好，我们把我们人物拉上去了。决斗好了，其实它的故事背景刚刚这样看，然后还要配合它的那个声音的感觉啊。是蛮有那种以前仙剑的那种味道。好，再放卡牌，是蛮有味道的。它可以用其他画面吗？不行，只能这样子。还是说因为在教学哦？那游戏的话，在今天6月30号上市啊。虽然大家应该今天都去下载那个《天涯明月刀》，不过我还是要试玩一下。但我个人也是蛮期待，就是。《仙剑奇侠传》的 IP 啦，那他们的 IP 我基本上都有去测试。OK， 就这样，蛮简单的。那大多数的话，我都还是看他的那个剧情，因为虽然说剧情的故事背景可能跟《仙剑》本来有点接近，但他算是额外新的人物啦。你是？然后猎杀我吗？不过我们叫做，我们在这故事当中叫做天选者，要调查天魔入侵之谜啊。所以跟这个一开始的剧情是不太知道不一样的。哦，内马耶瓦，我要选男生啊，男生才帅啊。长大，男生忙长大。也太近了吧！这时候讲天地力量赐，是天地什么力赐我力量吗？突然想讲一个什么梗？怎么又有怪物啊？哦，我怎么有李逍遥来了来了，逍遥哥来了。还有林月如，太屌了了。好，捍卫就把他挤开，挤开。巨的再多，终究只是猎物。可以。
赵灵儿。接下来，当两方部署同时进攻，便会在中央交战。瞧瞧这一招如何？我的命运，我自己来决定。哦，最主要是打败后面的 BOSS， 前面也不用清耶。结束，回去吧。也太有那个什么玩亲密度的 feel 吗？师傅，师傅，怎么觉得那个师傅个人变很坏、欸？然后现在这画面超像瑞尔林的。感觉一直被追杀、欸。专属者冒险，专属者冒险，休想碰他！这下子我有拼死！我们看一下，右边是灵力值，得好好分配灵力。现在都在浇血啊！靠呀，他人好多。若要保护部署，也有方法。哦，还要使用技能呢，这样释放目标。在此处挡住对方攻势，这下应该撑得住，上吧！靠，他好多人。换剑诀，果然是源源不断。哦，他是第一个出招的，出招顺序。天哪、啊，有点复杂哎、欸。我、哦、干，好强、哦！我这是，这是什么技能啊？哦，直接攻击技能。哇，这个战法蛮多变的，他这样教学起来就知道蛮多变。当然要走一起走咯，对不住啦，我抱着你走。哦，我的小宇宙要爆发咯，呜，作为天选之人。呀啊啊啊！天选之力来了吗？别怕，都过去了。西虎啊，我的西虎来了。
那孩子没，你是师父的。想要什么就告诉我吧。哦，我们终于算是过完了简单教学了吧？然后现在来抽东西了，好可爱。不要的才是我的哦。哦，我得到师父卡，恢复我方能力五点的角色，哎，不错。我们来组一下卡牌吧。大家自动配比哦。等一下我要干嘛？为什么拉到这边来？我那只补血感觉很强啊。先领个东西啊！哇，得到赵灵儿跟李易儒哦，他女儿吧。刚开始都送很多东西耶，我可不可以先去装备啊？
好，我们先这样子，把我们刚刚得到的我们全部都拿来用。那我们现在是要做冒险吧，不要做对战了啦。九年都长大了。天魔入侵啊！没想到凡事有如此，还真不好找。你便是你，我绝不会认错。如今的我，让我为你狩猎吧。下一个猎物就是你。我属性了，我们都可以自己来操控了。一号是就是那个位置是先开始使用的优先顺序。救人呢！别挡我！哼！可以。玄门弟子。
这样子啊，让他退后。接下来是谁？